酒店業主聯會批評政府建議用酒店做檢疫中心的風險很高，事前亦都沒有跟業界商量。你不可以就話酒店是一個適合的地方，你話，但係由今日到而家為止，到而家為止，政府是沒有跟業界有溝通過，或者商量過有呢個咁嘅建議，亦都未聽過業界的意見，我哋嘅睇法，我哋嘅關注係點樣，乜都冇，俾一啲明知係有咁高風險嘅人入住酒店嘅時間，而其他嘅旅客係唔知嘅，佢唔知嘅嚇。咁如果有嘢發生嘅時間咧，我哋承受嗰個所謂叫個風險好大。